8月18日奔跑吧11节目组还没有开始录制，包括昨天也没有录制，但是并不耽误吃瓜。16日的最新路透陆陆续续也出来了，而现在周深微博的 IP 地址依然是上海，说明虽然周深已经抵达贵州三天了，但是依然没有时间登录微博，太累了也太忙了。现在贵州一些景区闭关了，为了录制奔跑吧11，比如花溪湿地公园要临时封闭一天，天河潭景区要临时封闭一天，青岩古镇要临时封闭一天，都匀秦汉影视城要临时封闭两天，所以很快最新路透饭拍就会出来，同时代拍也陆陆续续释放出一些存货，不用担心的相思病，估计今天下午录制工作就会开始了，那么一大波路透又有了。周深就是这样，新瓜不断，老瓜不断，作为生米非常幸福。哦，我看到无人机在拍了。哦，他们在跑。哇，这个李晨。李晨，白鹿。白鹿。这是郑恺。这是郑恺啊。这是李晨。啊。是不是挺高兴？他们在更新的看。我们要进去休息。